最 sexy。它是吐舌头那里吧？我也吐舌头啊！你一开场舌头哎，你这听起来让我无嗅觉。没有到很复杂，可是整个魅力无穷。这倒是真的。对，而且我听说你是一天就把舞全部记住。对，我一天就把它全部练完。哽咽。很厉害，只花一堂课，对，一堂课就全部先练完，然后自己练到凌晨，是不是？两点多，然后就是这几天。一直练。所以你会带护膝，是你有膝盖有受伤吗？对，因为我怕说有那个一点小，但怕不好看，嗯，所以想要就是。因为有个动作你是跪在那边这样，那个是不是。对，真的好看呢。我带也可以啦，只是想说会更那个骨溜一点，滑顺的，对，更滑顺。我觉得很 perfect， 丝滑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棒，要不要问一下他们？整个就很有啊，很 OK。很有什么？还有那种性感的感。哎呦，有没有更爱他？有超，你觉得有超越他之前的舞蹈表演吗？有哎，我有吓到。你觉得他哪一招最 sexy？ 应该是吐舌头那里吧。他开场就吐舌头嘞。哦，对对对，对啊，你开场吐舌头啊？你一开场舌头哎，你这听起来让我无嗅觉。你还记得你刚刚是怎么吐？我不记得，我可能要看回放。回放应该会很懊恼吧？这是蛮大片跑出来的，一点点了。我动完正颚手术，然后不是都不能吃东西吗？然后秦慧姐就传讯说，关我真的好心疼你哦，来我家我煎那个很有嚼劲的牛排给你吃。单纯的想说约他，我来，我去约他来我家吃牛肉。你会感觉到秦慧姐私底下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，不是只是就是节目上这种。可是秦慧姐说是乱约。我动完正颚手术，然后不是都不能吃东西吗？然后秦慧姐就传讯说，关我真的好心疼你哦，来我家我煎那个很有嚼劲的牛排给你吃。很有嚼劲的，很有嚼劲，越嚼越香，很有嚼劲。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动完正颚是不能吃硬的东西的。我怎么不能吃东西？我一个逻辑，你可是讲手术没有？没有，因为我只是单纯想说，因为吃牛肉它是可以补铁、补元气，所以我就单纯的想说约他来，我去约他来我家吃牛肉。吃牛肉，所以我就觉得。就对，好，但我们家有和牛啊，你也可以吃啊。你现在可以吃了啦，然后可以吃了。赞。第一名心目中的好艺人就是，秦慧，实至名归，实至名归。我们首先来听一下秦慧的评语。那我也可以问问哪个是你最喜欢的超级艺人？张琪慧。虽然是谈话节目，大家常参加一些有动作的内容，你可以感受得出来，他很认真在
准备这个表演。漂亮女生通常都很有包，但是其实慧蝶没有偶包。慧蝶看起来蛮有距离感的，但是她其实蛮亲民的，她会蛮清楚的告诉你她的需求，然后也不会有太多的刁难这样。因为他就是我从应该国中就开始就是有追他们 Fall in Love， 他用头发所以我都有就是吓到，是因为他就是很亲和力很够，然后对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好。有一集就是很印象，他还自掏腰包就是改编音乐，就是大家来工作就是像一家人这样子，不会是就是为了来赚钱，就是来放工放通告，然后录完就他才走了。其实我觉得人很好，一亲戚，然后他就是常常会请大家吃东西什么的，也跟大家沟通啊，跟他聊天什么，他都是很 nice 的人。然后，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不久前我们有发他来表演，然后是表演，我们就要求他说，哎，因为其他艺人其实就只有跳舞，那我们要求他唱跳，然后他还是一口答应。嗯，而且他为了要就是让这个表演更加好看，然后他就自费去编曲。啊，对，而且他真的花了非常多钱去做这个表演，而且最后表演呈现出来效果很好，所以我就很感谢他。哎，没有坏的评语。第一名当然没有坏评语啊，实至名归，哇，厉害了，很感动哎。你看你每次自费那些表演，真的没有白花钱呢。没有，大家都看在心眼里。对，谢谢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心眼里，对。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不惜力还是其他的节目，我觉得其实我原本是因为我现在是自己当经纪人嘛，那我觉得就是我完全就是真的从底层就是开始学习，那我觉得以前什么都要做，然后包括以前我可能就是站在一个艺人的角度上面，那可能我没有办法去，没有办法，对，没有办法，不仅拿下第一名，对不起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，那这样才可爱嘛，感受到工作人员或者是其他人，但当然我觉得我们对人家好，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她其实在生前常常教我就是。如果你有就是可以给予的话，你就多给予。嗯，但当然，我觉得在我的观念里面，并不是说哦，你有能力你就必须要给予。那我也不会要求别人应该要用同样的方式来对我。但我觉得，当我在给予或者是我很喜欢跟大家交流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开心的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有目的性，就是我为了要多来这边上通告或什么的，我还是会有些通告不适合，我还是会推掉。嗯，因为通常我不太会想要就是编故事或什么的。嗯，就我还是希望以我自己的，可能是聊夫妻关系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夫妻关系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太私人，太私人，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老公也没什么好讲的。